经常在脸书对时事发表评论，同时也常开直播的馆长陈之翰，在今天凌晨左右是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起了要选立委的投票活动，而这个投票活动经过大约七个小时的投票，目前已经累积有4万多名的网友是投票赞成馆长出来选立委，甚至还有网友是帮馆长制作了竞选文宣，而且上头还说呢，没有蓝绿，只有黑青，要馆长进立院来打立委，以一打百等等的口号。不过就在投票进行大约一个小时左右，馆长又在自己的脸书上发文说，看了上篇的选立委的文章呢，就知道网友是嫉妒馆长，而且呢才故意投票说支持馆长去选立委。而虽然这次馆长是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起这个网友投票的活动，现在大约还有16个小时就结束，而加入投票的网友当中呢，是已经有81%的人希望支持馆长出来选立委，同时也有平面媒体发现，连时代力量的立委也是立院战神的黄国昌也投下赞成票。不过呢，也有19%的网友是不赞成馆长出来选立委。